还有就是我们的胖胖虎。胖胖虎，哇！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胖胖虎你好。悠悠家族柳丁哥哥带着超高人气的明星碰碰胡现身在基隆市政府，邀请市长谢国良一起唱唱跳跳。超级卡哇伊的儿歌立即引起小朋友兴趣。为了推广云端发票，市政府税务局将在8月5号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亲子活动，鼓励大家透过发票的活动啊，捐赠更多的发票，我们就可以来看更多这些更可爱的哥哥姐姐陪我们跳舞演出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让基隆变成一个更幸福的城市。你们那天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记者会上邀请安心幼儿园学童一起动感唱跳，市长谢国良说，因为女儿小爱也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动作她都很熟悉。胖胖虎可爱吗？超可爱。小丁哥哥帅吗？小爱爸爸是长最帅的。今天啊，很开心。他这个是这样，爸爸的动作要比较大一点。没错，这样子。然后那个隔代教养，就是阿公阿嬷的时候，这样子，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，牙齿比较。是老人这种的。民众只要捐出7到8月份的纸本发票4张，或者云端发票2张，就可以免费兑换入场券。政府希望推广云端发票做环保，也让小朋友在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